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小叔，我们将来实况 Minecraft 吧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拍片的，各位观众，这也是2019年的第一部影片，对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接下来玩的是小品跑酷啊，它的地图名称叫做 Jump Jump，对，就是跳跳，然后作者就是他，YYD 啊，OK。那我们就直接拿说明出来看吧。好，哎、欸，天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箱子吗？这是箱子？戒符盒？什么鬼？算了，没关系 好，有点感冒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说明。游戏规则：不要作弊，不要破坏方块，不要把玩矿车，什么东西？然后享受游戏。对，我改了名字，他原本叫做 YAED 啊，然后现在改成 YAYAD 啊。好，等下再看一下。OK，不要作弊嘛，这是跑酷基本原则嘛，对不对？游戏设定：云城关闭，模式和平。云城我应该有关闭，OK，然后和平，OK，锁定好了。OK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哦，第一关小试身手啊，各位观众，我已经超久没有跑酷了，各位观众，来吧。我靠，这是虚空吗？我靠，没掉下去耶，应该是那个吧，那个1.8之后有的那个。跑酷是变烂了，各位观众。OK，等下我跳不上去，奇怪。好，不是我跳不上去啊。等下低光就这么难是怎样啊？是因为我退步的关系吗？OK，上来。哦，终于，他妈的！我靠，他妈的没跳好看。上来，不能再失误，各位观众。最成功，下一关，第二关，步步高升，OK，来吧各位观众，那就是要依靠梯子啊，一个往上的一个跑酷，这样，他给我扛进去。有摔不死，史莱姆方块跑酷我还不太熟悉，直接跳到上面去。啊？等等，就他意思是直接要跳到上面去？OK，来，这太难了吧！我靠。观众，我变成僵尸了，不行，这真的跳上去吗？哦，差一点，应该可以，应该是可以，我就站前面看。等一下跳不上去啊！我靠，再试一次。OK，上来各位观众，睡。OK。
各位观众，我他妈做了什么事？哎，可是第二次还蛮简单的。跳到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我们已经上来了，下一关。我这边有点暗哦，各位观众。第三关五花八门，花门什么东西？要跳花。话说它是花可以打掉。对各位观众，我要跟 我要边跟你们讲，我边跳边跟你们说那个之后的那个，我已经把我那个一开拍的那三部生存的影片删除掉了，各位观众，因为我决定好要拍极限生存，各位观众，就是死掉就没了，极限生存，就这样。那至于为什么我要拍，就是因为我想挑战极限，烂理由啊，反正就是。该怎么讲，就是太多人拍生存了，我不太想拍，而且我配备也没有说很好，就是等到我以后配备换好一点之后，我再来拍生存，然后我之后会拍极限生存，各位观众，从低级拍到死亡为止，很极限吧，各位观众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跳，那预告大概就这样子 ，OK， 跳不上去。没有两个跳台，不知道跳哪一边。那就再来一次。哇，好难啊，各位观众。我觉得我们先跳那里，然后再跳那里试试看。是，他妈没按到。刚才原本讲把控制杆放在那里，哦，还好没放，放在那里就死定了，就浪费一个，因为他那里看起来特别碍眼。这边有点暗。第四关羊肠小道，这是要跳上去吗？从这跳，蛮简单的嘛。哦，没有，很难很难，因为我这跳起来，它会撞到那个，该怎么讲？会撞到旁边的柱子，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最近的距离，像这样。哇，真的很难哦，真的很难哦。哇，这边真的很难哦。哦，这要怎么过啊？我靠！
候从后面这样助跑这样试试看，果然可以。对 ，OK。对，就是要用连跳的原理啊，各位观众，撞到天花板，像这样 ，OK。有一个矿车，等下他说不要玩，把玩矿车应该就是不要把那用掉。每况愈下，每况愈下是交通工具。哦，是要坐矿车吧，对不对？慢，按照，是要坐矿车。两秒来是一二一二 ，OK 来了，妈的没出到，再次，尴尬，我来了，飞，哦做到做到。是暗啊，各位观众，有点暗。好，红石亮起来了。抓稳时机，坐到矿车上。哎呀，他给我的压力板干嘛？抓稳时机，坐到矿车上。站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要跳史莱姆，史莱姆蛮快的。刚才看一下他的速度。OK。来吧。哦，很难，这里应该直接跟他砍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妈的没跳到，靠呀！哇，难哦，点不到，根本找我点不到。
影片之后就这么结束。我分多几拍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这部影片到这结束。我之后再来挑战。OK， 小叔，下次再见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订阅或者按个喜欢。下次再见，拜拜喽。